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迪丽热巴未播新剧名单。小编在网络上发现，很多网友对迪丽热巴未播新剧名单的关注度比较高，小伙伴们现在肯定也是对与迪丽热巴2022年的新剧的内容非常的感兴趣了，都想要了解具体的迪丽热巴2021新剧名单到底是讲些什么内容。我们分三部分详细说明，第一部分是迪丽热巴比试女装，第二部分是杨洋点名要和热巴合作，第三部分是热巴黄景瑜公布恋情。迪丽热巴未播出电视剧，还有一部正在拍摄马上杀青的《长歌行》，估计是明年播出，还有一部合家欢喜剧电影《日月待上映》。要说近两年来圈内最受大众喜爱的女明星演员，那迪丽热巴绝对是其中之一啦。现如今提到这位女明星的名字，相信大家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吧。热巴算是出道起点比较高的一位女明星，凭借《古剑奇谭》《克拉恋人》两部作品爆红后，出演的就几乎都2020年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要说起2020年的爆款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绝对领跑，《小制作》《终极笔记》自开拍以来这部剧就热搜不断，倘若演员演技给力，必然会是一部大爆作品。06爱的28定律，都市情感，未播先火电。近日有网友爆料，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枕上书定档，预计将在1月22日腾讯视频播出。在娱乐圈影视寒冬的大笼罩下，迪丽热巴在19年整年都没新剧播出，处境非常窘迫。幸运的是，迪丽热巴的人气和时尚资源还是能够维持热度。不过在这种情况，湖南卫视有《匪赵丽颖》、王一博、余生请多指教、杨紫笑战爱情的开关、熊梓淇、赖玉萌、青簪行、杨紫、吴亦凡、周玉彤、龚俊向、杨儿生、蒋欣、高伟光、爱情高级定制、迪丽热巴、黄景瑜、青青子、金范世奇、吕小玉。浙江卫视人民。迪丽热巴比试女装。文阔斯汀近日根据顾漫小说改编的网剧《你是我的荣耀》宣布定档7月26日，首个剧情预告片终于曝光，引粉丝一片欢呼。《你是我的荣耀》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晶晶迪丽热巴是与航天工程师于途杨洋是携手砥砺前行，成为彼此的迪丽热巴比试女装。文阿九近日一份明星的商业价值榜单出炉，这个榜单的数据主要由明星的热度、口碑、专业、代言四个维度组成，全方位。也就是说，从2018年10月到现在，迪丽热巴已经有一年没有新剧播出了，一年无新剧播出还能保持这般热度，在商业价值。杨洋点名要和热巴合作，热巴待播作品 cut 分享，演员迪值得我们等待。迪丽热巴待播作品剧照及动图 cut 分享。热巴目前有三部待播作品，她分别在其中演绎娇俏可爱的凤九，突破传统认知的嫦娥，攻气十足的周放，三个不同的角色展现了热巴作为演员的可塑性。演员迪值得。除此之外，迪丽热巴迎来了自己即将开拍的新剧《长歌行》，据说这部剧出资2亿，阵容强大，很是让人期待。大女主已定热巴，看到男主出来后，粉丝瞬间炸了锅。网传《长歌行》反而是受到了吐槽，像是上阳赋、这个世界不看脸、灵玉等等，而许多我们喜欢的演员作品却迟迟不定档。就来看一看迪丽热巴官宣三部新剧，一部是。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